好，我们开始继续讲课。大家翻在221页，这个行气要当中呢，还有两位要需要简单的介绍一下。那么一个就是下面的这个谢白啊，这个读音呢，应该和感谢的谢是很接近的啊，或者同一个音谢白。那么有的在地方呢，把它叫做叫板，啊，这个不正确啊，不正确。当然，它有一个别名呢，叫叫板，但写法不是这样，这样子写的一定是读谢板啊。这个药呢，它两种不同的植物，我们说上一个小根蒜和蟹。那么这个小根蒜呢，要大一点啊，要长一点。这个鳞茎，它白活科的，就葱蒜这一类的。那么这个，小根蒜呢，就像那种小葱那种鳞茎白的那部分，要长长的一点。那么这个蟹呢，圆的啊，要小一点。那么干了以后呢，都作为中药的这个蟹白啊。比如说葱白的那个鳞茎部分呢，称为葱白；那么蟹的白的鳞茎部分呢，称为蟹白。就是根据它的入药的部位，这样子，取的一个名称。这个在我们书上呢，蟹白的功效呢，行气宽中，行气宽胸，理气调中。那么这8个字呢，实际上就是6个字，就是这个行气，行气，调中，宽胸，因为这个行气理气呢是重复的，同一个意思啊。它通过它的行气作用，可以达到调中的效果和宽胸的效果啊。所以基本功效呢，主要在行气，所以把它放在行气药里边。只不过这个药呢，在不同的中药著作里面呢，它表述有一些出入。那么在有的书上呢，就写的是通阳散结，行气倒滞。所谓通阳，也就是宣通的胸中的阳气，宣通的胸中的阳气。那么胸中的阳气呢，为什么不能宣通呢？主要是由于这个气滞寒凝痰浊内阻，气滞寒凝，痰浊内阻。那么它这个阳气的宣通，也是与它的能够行畅胸中的瘀滞的气机是直接相关的，只不过这个是两种不同的表述方法，但是它的所指呢，其本质上是一样，本质上一样。那么这个都是对蟹白治疗胸痹的一种疗效总结。对于胸痹的一种疗效总结。那么为什么出现了这个胸痹、胸闷、疼痛？那就是因为胸中的气机阻滞，进一步导致了这个阳气不能腹部，而痰浊凝滞这样子产生的。那么这个蟹白说它是一个行气宽胸，可以说它这个通阳散结也是可以指的都是它用于胸痹症。这个胸痹症的这个病理学的基础，那就是胸中的阳气闭阻，阳气闭阻。那么这个蟹白呢，就是这样的，宣通胸中的阳气，实际也是一种行气作用也是可以说是一种通阳作用在这个地方。那么另外，由于这个胸中的阳气闭阻，那痰浊凝结，那么这个蟹白呢本身不是一个化痰的药。所以呢，治疗这样的胸痹，往往要配伍这个化痰的药物，比如说配伍半夏啦，配伍这个枳实枳实。当然，这个枳实本身也有行气宽胸的作用，这方面也是一种互补的。那么，为了更加增强它的宣通阳气的作用，比如说有的加桂枝有的加这个白酒，那么这是张仲景时候的应用的经验。那么现在的临床上发现呢，很多这个胸中的阳气不能宣通，除了这个痰浊凝结以外，很多还有淤血阻滞。
所以在当代的临床当中呢，腺别治疗胸痹还常常配伍活血化瘀啊，这个宣痹止痛的，比如说我们以后要学的什么川芎、郁金、丹参啊等等，很多这一类的药，它都是可以使用的啊。所以这个也是在这个腺别在当代用于胸痹的一个发展啊，一个发展。那么现代药理研究呢，腺别本身就能够扩张冠状动脉，增加冠状动脉的血流量，所以它能够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这一类为主的胸痹啊，为主的这个胸痹这种病症。那当然是现代的研究。那么古代呢，就认为它就是宣通的胸中的阳气啊。那宣阳气，就刚才讲了，这个通阳也罢，行气也罢啊，它都是实际上都没有本质的区别。这个第二个功效呢，我们把它叫做行气调中，或者叫理气调中，那么它就可以用于中焦或者胃肠啊，胃肠包括了大肠的气机组织啊，气机组织。那么这个中焦的气机组织呢，中焦失调，出现了浮胀、失少、食欲降低了啊，有的甚至恶心、呕吐，腺别完全可以用啊，把它和前面的橘皮啊，这样的一些药，同样的使用啊，甚至单用，用于这个脘腹的气机组织胀满可以用。另外呢，就是大肠的气机组织在痢疾当中，里急厚重啊，里急厚重，说它是一个广义的行气调中或者理气调中的药。但是很长时间以来，那么我们就只强调了它行气倒置。那么，通过它的行气作用呢，主要指的它用于痢疾的里急厚重，把它和一些治疗痢疾的药物，这个复方里面啊，比如说就是包括这个黄连啦，这些药都可以和腺别这种配伍。但是实际上呢，这个相当局限，相当局限。腺别它的行气作用于胃肠，不仅仅是治疗里急的。里急厚重的，刚才讲这个脘腹胀满，这个疗效是准确的啊。如果仅仅认为治疗大肠的气机阻滞，只能用于痢疾，这个本身就从把它作为一个行气药作用都局限了。但是还有更重要的原因，这个腺别呢，对于痢疾完全不止它行气倒置。它本身就是一个治疗痢疾，可以认为是一个专药，啊，专药。我们现在从生活经验，我们都知道，比如说我们那个大蒜，那么就说有的在患痢疾的时候吃一点，啊，或者作为这个调味品，那是有确切的疗效，确切疗效。那么这个腺别呢，和大蒜是同样的道理，单味药用。包括热毒痢疾或者湿热痢疾，不配任何药，它缓解的不仅仅是痢疾厚重，整个这个痢疾它都有治疗效果。这个在唐代的《本草拾遗》里面就有记载啊，就说对于这个热毒的痢疾，那么就用这个蟹白一窝拿来煮粥，或者作为这个蔬菜肴啊，作为菜肴做餐用。啊，那么就类似我们现在用的这种大蒜，那么这个应用经验呢，当代这个有名的这个中医学家这个蒲辅周先生，他在他的临床经验集里边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是说他年轻的时候曾经有一次患这个痢疾啊，这个是细菌性的痢疾，好像常用的治疗痢疾的方他都用了，效果不明显。他突然想到了这个古代本草上就用这个蟹白一味药来治疗痢疾，最后他就用蟹白一味药，马上就收到了这个明显的疗效。所以后来呢，说他在这个后来的临床的实践当中治疗痢疾，他很喜欢在治痢疾的方当中加蟹白，而且他组成了一个方，以蟹白为主药，叫做救绝神丹。啊，
他对这个处方高度的评价。当然，蒲辅周先生是当代非常有名的一个临床中医专家了。那么，这是根据他的经验，他的经验呢，又是建立在古代的用药的经验的基础上。那么，现代的药效学的研究呢，那么切别本身对痢疾杆菌就有比较强的这个抑制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讲，不管古今临床和现代药理学的研究，它就是一个治痢疾的药。但是我们在这个中药当中呢，古代是比较重视这个对病的治疗功效，某个药能够治疗什么病，那么这个对病的功效呢，它可能只要是这个病不能寒热虚实，原则上它都有一定的效果，当然可以通过不同的配伍让它更适合这个不同的症情，但是它对这种病就有特殊性，比如说前面我们学的青蒿的切疟作用，那就是一个对病的功效。疟疾不管寒热虚实，首先它必须是有效。那么根据寒热的不同或者虚实的差异，再做适当的配伍，那疗效更会提高。那么像泻别啊这一类的药，它就是治疗痢疾的专药。那它治痢就是一个对病的啊，对病的。但是这个呢，在中医理论当中就出现了麻烦。那么中医认为痢疾呢是热毒的或者湿热的，那么要能够治疗痢疾的药，按照这个理论呢，就至少是应该清热解毒药或者清热潮湿药。那么这个像大蒜、泻别温性的药，自古就是温性，温性又怎么治疗这个温热的病呢？理论上不相容，没有办法总结它的功效，再加上对对病功效的一个忽略后世，所以不得已就说它是行气倒置。其实如果认为它仅仅是对痢疾有行气倒置的作用，对于泻别来说就太局限了，它对这整个这个病都有明显的效果。这是供同学们参考的。那个大蒜也是这样，大蒜不但是温性，有的书上说它热性。那么现在大蒜治疗痢疾甚至治疗疮痈，怎么用中医理论来总结功效呢？它没有办法总结对症的功效，只能总结对病的功效。但是当代对病的功效非常的这个忽略，不太重视，这个是以后应该引起重视的地方。在总结这个对症的功效的同时，那我们不要轻视，同样要重视这个对病的治疗功效啊。这是我们研究中药或者中药发展也是要把它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很重要的一个理论性的问题。所以对于泻别，这个我们说它理气调中或者行气调中，或称为它能够行气倒置，当然行气调中里面包括了行气倒置啊，但它更广泛。但是对于痢疾来说，把它理解为只能行气倒置还有问题，前面我们都说明了。因为这个药呢，这个泻别呢，是一个要求熟悉的药，所以实际上要求大家掌握的东西不多，所以我们就按照我们这个书的功效这样子掌握可以。按照其他教科书啊，这个通阳散解啊，行气倒置，那么目前也应该是可以的。那么它散的结呢，那么就是气结啊，气结啊，阳气阻结在胸中。这是关于泻别，就说这么一点。那么下面这个221页的四地啊，就是我们这个秋末冬初成熟的这个柿这种水果啊，它的那个上面有一个那种像鳞状的那个一个盖啊，那么实际上从它的学名呢，就是徐成没有掉的花萼啊，没有掉的保留下来的花萼，长大了以后把它收集起来，那么在吃柿的时候，那么叫柿蒂。这个柿蒂呢，它不是行气药，所以它和我们前面学的药不一样。那么它基本作用呢，就是降胃气的，用于给你呕吐嗳气。这个药是这方面的专药，治疗胃气上逆的专药，加上它是个平性的，不管寒热虚实都可以配伍应用。由于我们这个书呢没有专门收这个降胃气的这个治呕逆的药，所以不得已呢就把它放在了行气药这一章里面。但是我们大家要知道，它是我们学这一章里面唯一的一个它不是行气药
是降胃气的药，所以这是要求一般理解啊。那么后面这些药呢，大纲都不要求啊，大纲都不要求。那么比如说这个里面的檀香、大虎皮，或者最后的这个九香虫，所以我们今后可能在有的这个学的方当中会，发现啊，发现知道他们是行气药啊。这个檀香呢，更类似于乌药或者沉香那一类的啊，寒凝气滞啊，主要是这个疼痛比较重的这个气滞症，所以可以互相代替用的。这个玫瑰花、梨蛾梅，这个非常平淡的啊，所以即使使用呢，也是很次要的啊，这个容易了解。那么现在下面的大虎皮呢，我们讲驱虫药的时候，讲槟榔的时候，顺便再把它说一下，所以不要求。那么这个刀豆这些很少用于使用，甘松也是。九香虫呢，它是一个小的昆虫，那么这因为它要防御那个侵犯它的时候，它要放出那个烟抹很臭的，所以有的民间把它叫做打屁虫啊，打屁虫在很多地方都有这个名称，很臭的臭气。那么但是这个药呢，炒香了，有的把它作为这个做餐用的食品，而很香的可口的，所以称为九香虫。那么这个它也是一个行气止痛，而且有补肾阳的作用，所以在有的医生还是比较喜欢使用，大家知道这样一些名称。那么这些都不是考核的要求，我们不介绍。那么除了这一章的行气药以外，我们在讲前面的时候是说过了，比如说另外章节的厚朴、这个砂仁、百寇、小茴香、紫苏啊，这些都是比较常用，而且都是行气作用比较强的。那么以后呢，我们在活血化瘀药当中还要学习几味这个血中的气药，它不但活血化瘀，还能够行气，比如说川芎、郁金、姜黄、三棱、鹅竹啊，这样的药都是行气作用相当强的。还有这个驱虫药当中的槟榔，或者消食药当中的莱菔子，这些都是行气药啊，都是行气药，所以这个都有必要加以联系的。那我们讲到相关的章节、相关的药物的时候，我们会提到啊，这些药也是行气的药。所以行气这一章呢，我们就讲这些内容啊。下面就请大家翻在第十五章，这个226页啊，226页第十五章。十五章呢，消食药，这是比较简单的，在我们这个所有药学的药当中呢，是比较简单的两三章药当中之一。什么叫消食药呢？就是以消食为主要功效，主要用来治疗饮食极致的药物，就称为消食药。所以这个不需要怎么记，就是以消食为主要功效，用于治疗饮食极致的。那么要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在有的书上把这一句话讲完以后呢，又说本类药又叫做消导药啊，又叫做消食药，又叫消导药啊，这个领导的导啊，消导药。这种说法对不对呢？不完全对。从中药学这个角度来说呢，不对的成分多一些，所以说它基本不对。为什么这样讲呢？消食和消导含义，它的内涵不一样。那么这个消导呢，最初来源于方剂，那么首先见于清代汪昂的医方集解。汪昂的医方集解首先按照功效对方剂进行分类，那么在它的分类当中呢，就有一类方叫做消导剂啊，有一类方叫做消导剂。但是汪昂本人在消导剂下面有两句话可能就被忽略了，消消其疾也，就是消化饮食机制，道行其气也。所以在汪昂的眼目当中，他首创的消道这个术语，那么消就是消食，道就是行气。那么在很多治疗饮食机制的方当中，既有消食药又有行气药，把它组合在一起产生了一个新的功效。这个新的功效既消食又行气，那么在汪昂的
笔下，在他的笔下就称为小道，后来有所发展，那个道不完全是行气，这个道包括了缓泄道治，就是有的比较顽固的饮食机制，单纯的用消食药效果不好，那么在用消食药的同时加一点缓泄的，我们前面学泻下药，用它来排除胃肠的这个饮食机制，有利于恢复胃肠的功能，这个缓泄道治的药，甚至也包括一些菌下的药，用量很轻的时候，比如说巴豆、牵牛子、芦荟啊，这些都是常在这个消食道治的方当中使用的。但那这些药呢，它主要在于缓泄啊，所以这个消导包括了消食行气和缓泄道治。那么在单味药当中，既能消食又能行气的，我们这一章里面就只有一个莱菔子，可以说它符合汪洋的消道，其余的都不符合。如果按照现代的观点，加上缓泻道治，那么就没有一味消食药可以能够称得上是消道的，都是消食的。所以这个消食和消道常常被很多人混为一谈，所以我们这个教科书上呢没有保留消食药又叫消导药啊，所以他们有明显的差异啊，这个供大家参考啊，这个当然是学术上值得研究讨论的这些术语啊，那么那个是我的考证的一个简单的情况。那么第二个问题，功效主治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呢，在这一章的概述当中就是消食药的功效。那么最简单的功效就是消食二字啊，消食二字，有的时候用三个字来表述，就叫做消食剂啊，消食剂，消化的是饮食机制，这三个字表示。那么如果用四个字来表示呢，消食化积，消食化积，这个积呢也是饮食机制，有时候又把两个动词组在一起，把两个动宾结构的术语变成一个动宾结构，就叫做消化食积，把两个名词宾语放在了一起，消食化积，消化食积，一样的，在中药很多功效都是这样，它的基本的构词的就是一个动宾结构的这种词组，中药的功效所有的是这样，这个动词非常灵活多变，有的这个同一个术语可以变为两个动宾结构啊，比如说清热解毒、清解热毒啊，这个任意的变，但有的就不能变啊，这个发散风热就不能叫发风散热，不习惯，没有那样的说法啊，别扭啊，所以这个呢要尊重这个用语的这个传统的习惯啊，所以这个呢大家注意这个功效术语的这个构词方面的一些特征啊，消食化积、消化食积一样的，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呢，前面这些它都是就是一个对消食的一个充分的阐述而已啊，把它多用两个字，它没有超越消食的基本内涵，但是消食了以后临床上有什么效果，所以很多功效消食的功效把这个后果联系在一起，所以更多的比如说消食火中，消食火中，因为饮食机制中焦不调和，通过消化了饮食调和了中焦，消食调中，那么中焦脾胃相比呢，胃更重要，胃主拿受，饮食过多了呢使这个拿受出了毛病，那么所以消食活胃啊，消食活胃啊，使用尤其普遍，当然也有的说消食健脾，消食健脾，一般称消食健脾的药呢多少它本身就有一点健脾作用啊，本身就有一点健脾作用，所以这个呢又值得仔细的把它细微的区分，所以这个消食药的功效，消食、消食积啊，古代还有什么消暑食，就助暑的食物，对吧？比如说我们到某一个这个宾馆、酒店去住宿，那个熟食呢，好像就隔了一夜都没有消化啊，就是实际上它就停机了
啊，消暑死、化暑死，在当代的中药这样子称的很少，但是古代有啊，这个消食积、化食积，因为消和化它字义是相通的，也是在动词上变化，消食积、化食积啊，消化食积、消食化积啊，消食火中、消食火胃、消食健脾等等啊，这个类似于芳香化湿药啊，所以这个一见就能够懂。那么它主治症呢，就叫饮食积滞症。饮食积滞症呢，它有不同的这种症候名称，比如说刚才说的熟食症、熟食症、食滞症啊、食积症、食积症啊、食滞胃脘，都是同一个症候啊。那么关键它的临床表现，临床表现我们书上在这个功效与主治的第二行，这个食积停滞，那么症见脘腹胀满，不思饮食，嗳腹吞酸，恶心呕吐，大便失常，可能是这个便秘，也可能是呢泻下不爽，泻下不爽，比较臭秽啊，屎气臭秽的啊，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么大家也是结合到中医诊断学，加上我们这个教科书上呢，把主要的内容应该把它回忆起来。那么这个就是饮食积滞症的基本的临床表现，所以这一个问题呢，应该也是内容不多的，就这么一点消食药啊，就是消食，用来就是治疗饮食积滞啊，饮食积滞。饮食积滞呢，从本质上来讲，它是食症，就是很多人在胃口比较好的时候，有没有注意节制自己的摄入量，可能是这个饮食。这个比较美味可口的时候不称，尤其是儿童进食太多，消超过了胃的拿受和脾的运化功能，那么停急于中焦出现的这样一些症状。那么有少数呢，并没有多吃，没有多饮，由于他脾胃的功能降低了，他也可能造成饮食积滞，就像前面的化湿药啊，它治疗食主中焦，本质上是一个食症，但有的脾虚的运化功能降低了，那么就脾虚生食，那么这个呢也就是脾虚食积啊，脾虚食积。所以两种情况，多数情况指的是食症啊，有的情况呢是虚实夹杂。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性能特点。那么这一类的药物的药性呢，一般是平性或者平而为温的，没有什么意思啊，因为本身它就是平性，温性不明显。如果按照中医的理论来讲呢，脾胃是喜欢温燥的，尤其是脾，那么这个微微的偏温一点呢，有利于这个中焦的功能的这个发挥啊，有利于这个饮食的腐熟啊，有利于脾的运化，胃足拿受啊，或食物的腐熟，所以微微偏温一点有好处。所以总体这一类的药，这个药性不重要，一般临床上不怎么去考虑它的药性，平性的微微偏温的。那么药味呢，一般都有甘味，本身这一类的药物有的有甘味啊，这是真实之味。更主要呢，就和前面的五味理论联系起来，甘能和，除了甘能补以外，甘能缓能和，那和呢包括了消食和中啊，包括了消食和中。那么所以呢，就把它扩大到用甘味药来概括消食药的作用特征啊，能够调和中焦，所以一般都跟它标以甘味。归经很简单，就是脾胃啊，脾胃主要在胃啊，胃主拿受，所以这个性能特征呢，就这么一点点内容。所以我们书上就一行字，升降浮沉不明显啊，都没有毒性。这个配伍应用，也就是一个寒热虚实。饮食机制有胃寒的，那么配伍温中的药；有热的，配清胃热的药。虚，脾胃虚弱，主要是脾胃气虚，那么配伍这个补气的药、健脾的药。那么配伍其他补虚的药呢，不是不可能，但不多。特殊性，就说一般可以，不需要来阐述它，就完全可以。寒热虚实。那么除了寒热，一个就是食浊内阻，又有饮食积滞，又有食主中焦，
那么配伍化石的药啊。另外更重要的始祖在气滞，为什么饮食机制有恶心呕吐脘腹胀满或者泻下不爽，那么胃肠的气机失调了，所以小死药呢经常配伍行气药啊，所以基本上就是个寒热虚实。那么使用注意呢，这一章的药使用注意很简单，我们就不用那么复杂的去这个理解记忆，我们书上基本上就两点，一般书上就一点，就说这个脾胃虚弱而没有饮食机制的一般不要用消食药，或者不要经常使用。因为消食药呢它体现的治法属于中医的消法，凡是体现消法的药物它对正气都有一定的耗伤啊，一定的耗伤。那么从现代的研究呢，那么过分的依赖消食药，那么它脾胃自己慢慢的就懒惰了啊，因为消食药它有的比如说就含有帮助消化的一些成分酶类啊，或者它自己就不分泌了，或者不分泌那么多了，既然有地方跟我补充，我自己就用不着分泌那么多，那么慢慢的功能就会减退。那么这个呢就是可能是传统说的这个它是要消耗这个正气，耗伤正气，所以脾胃虚弱没有饮食机制的不能依靠这一类的药物来这个开胃进食啊，来帮助消化，所以要称用。另外呢我们书上呢特殊说了一点，饮食机制很重的时候，那么和后面的涌吐药结合起来了，那个时候马上把它吐掉，避免进一步的伤害这个脾胃或者胃肠。所以尽管都是饮食机制，还有个轻重缓急，比较轻的比较缓的一般用这个消食的药，极重的可以用涌吐的药物马上吐掉啊，这样子可能更好一些。所以这个使用注意呢，那么这两点呢都非常简单啊，所以我们就用不着其他的章节那样了。所以总体而言，消食药的在这个概述当中的内容不多也不重要啊，内容稍多一点的就是一个配伍应用，配伍应用寒热虚实这个都是属于常规性的啊，没有什么特殊，所以这个就介绍这样一些内容。下面呢我把这个大纲要求的这几位这六位吧，这个小死药呢说一个简单的这种把它介绍一下。那么第一味药呢是山楂，那强胃科的这个山里红和这个山楂都作为药用啊，都作为药用。那么这个北山楂呢一般认为效果要好一些，这个是个强胃科的，它本身也是一种野生的一种水果啊，野生的水果。那么这个北方呢过去水果比较少的时候，可能这个秋天到冬天以后呢经常把它作为这个水果来食用。所以这个药它既是食品也是一种药品，也就是药食两用的。那么作为一个消食药，它可以说消食两个字就够了，消化饮食也可以，消食化积，消化食积，或者这个消食活胃，怎么表述都可以，不一定照书上这四个字，两个字可以，三个字可以，四个字可以，四个字呢可以自己去组合，有那么多可供选择的这种表述的这种用语啊。那么作为一个消食药，山楂什么样的饮食机制它都有帮助消化的作用，首先这是前提，它的广泛性不论什么类型的饮食机制。我们这里指的饮食类型呢，那么古代呢比如说分这个米面瓜果类的啊，米面瓜果类的，或者这个肉油类的，比如说比较油腻的，实际上就是按照现在的观点来说就是淀粉类的饮食机制消化不好，或者这个脂肪类的，或者蛋白质类的啊。那么这个山楂呢什么都可以用啊，首先这个它的广泛啊，但是这个它最佳的呢是这个油腻机制啊，油腻机制就是这个脂肪类的，所以我们书上这个应用一的第一行后面，油膳促进油腻肉丝消化，为治油腻肉丝积滞的药药，这个从古代开始就这样。那么这个现代发现呢，那么它就是能够促进
这个脂肪的分解消化，它有一种解脂酶啊，解脂酶。所以历来呢都这样子强调，但是需要说明，也是供同学们参考的，参考的。一般的消食药啊，比如说山楂啊，后面的这个麦芽、谷芽或者这个鸡绿金等等，都含有一定的消化酶。那么这个消化酶呢，是不耐高热的，一般在60摄氏度以上，很多这类的蛋白酶都要失掉生理活性啊。所以现在就有的人就主张这一类的药呢，要生用，不但要生用，最好就那样子把它碾成粉末吃3剂，那么里面的这个消化酶呢就没有被破坏啊，可能消食作用就更好。但这个和传统的用药的经验呢，并不完全吻合。传统有生用的，但更多的情况下，传统用消食药，不但要做汤剂，要煎煮，要受热，而且这个一般的消食药要炒用，有的不但要炒，而且要炒焦。那么到炒焦的程度，又再来煎煮，可能使用的帮助消化的成分就不再是这种消化酶了，应该说。但是传统的这个医生用了都有效，他并不怀疑这个炒焦了以后使用会影响这个消食的疗效。那我们就只能从另外的思考，那肯定传统用的炒的，比如说山楂啦或者其他的消食药，除了这个酶以外，比如说它能不能促进这个胃肠的运动，有利于消化，或者促进这个机体对消化酶的分泌。自身的分泌的量增多了，如果炒了以后或者炒焦了以后，那么促进自身的分泌增加了，胃肠的运动又改善了，那肯定比补充进去那一点更好。那当然就应该炒了以后用或者炒焦了以后用。如果说我们进一步的研究，那炒焦了以后，它不能促进胃肠的运动，也不能促进机体对消化酶、消化液的分泌。那么我们就要对传统的炒焦了用就要提出质疑了，但现在没有人做对比的研究，所以笼统的就说现在化学成分的里面含了消化酶，所以就主张中药的消食药不能够煎汤，也不能炒，更不能炒焦。那么可能下这个结论呢，为时过早了一点啊。所以我们现在临床上用的消食药，仍然很多是要炮制的，要炒的，有时候还是要炒焦的。所以这个呢，也是值得在消食药当中需要研究的一个问题，因为直接影响到这个消食效果啊，怎么样来选择这个药材的问题啊，是临床医生迫切需要知道的一个结果。但是这样的这样的研究呢，现在好像又引不起重视，好像这个是一个小菜一碟。那作为一个科研课题呢，挂不上号啊！你不去挂一个号呢，好像又没有经费进行这方面的研究。看来很简单的问题，老是很长的就摆在这个消食药这个问题当中，就没有能够这个给同学们一个比较满意的回答。所以今后大家在临床上用消食药，用生的、用炒的、炒焦了的，那么慢慢去积累经验。如果有兴趣的，也可以在这方面进行一些研究。所以这个山楂，不管他怎么讲，前人把它炒了以后啊，他们可能这个解脂酶保留下来，所剩无几，甚至没有了，仍然发现它是对肉质油腻效果是比较好的，所以这个是它的最大的特征，在消食的方面啊，油腻肉食啊，油腻肉食。那么这个山楂作为这个消食药的时候炒不炒呢？那么现在一般人认为呢，还是炒了以后好一些，而且这个不炒的时候很酸。那么太酸了，量大了的时候呢，有的患者呢也很难于接受。当然有的说这个胃酸明显的很少的时候呢，也可以生的这个使用啊。这个是关于是炒用和生用的啊，多数还是炒用。另外呢，山楂呢略略有一点酸馊的，略略有一点酸馊。炒了以后啊，它炒焦了那一部分呢，它有涩味儿。所以这个饮食机制，如果有一点轻微的腹泻，
它不但能够帮助消化，对减轻腹泻，可以用它的酸馊，或者用它的炒焦了以后的苦涩味儿，啊，它偏于有馊涩的这种倾向性，那么也是值得考虑的啊。这个山楂的一个比较次要的特征啊，最主要的是就是消脂肪类，肉食极致啊。另外就是那个有腹泻的，那么可以适当的注意一下。另外，山楂又是个活血化瘀药。那么传统把它作为一个活血化瘀药呢，主要是用于妇科病，比如说痛经、产后的腹痛啊，在一些这个活血化瘀、调经、止痛的一些方当中呢，用的比较多一些。这是传统。在现代，那么由于这个药理学的研究，这个山楂呢，可以扩张冠状动脉，增加冠状动脉的血流量，能够降血脂，能够降血压啊，那个而且有强心的作用啊，这样很多方面的药效作用，所以呢，广泛用于这个心脑血管疾病，或用来这个降脂减肥，用于这个高脂血症或者脂肪肝啊这样的一些病症呢，很常用。那么这个活血化瘀，尤其是活血化瘀，那么主要就用在冠心病或者高血压有淤血倾向的啊，这样呢作为一种辅助的一种治疗，或者作为一种保健的食品啊，这个应用呢非常广泛，所以这个活血化瘀的临床应用呢已经和古代不相同了啊。这个呢我们书上这个可以这个结合到我们后面的一些这个参考资料呢来可以看啊，所以就不完全是用于妇科病了。另外在此外里面谈到了，我们因为我们现在有的中药教科书，山楂不但认为能活血化瘀，而且呢还能够行气，主要是基于山楂呢它可以治疗疝气啊，治疗疝气。究竟它治疗疝气它的意义是什么，作用的强度怎么样，可不可靠，但是在服方当中，前人有一个观点，山楂里面的种子这个种核像这个男性的睾丸，像我们前面讲这个荔枝核啊，或者橘核也有，前人有这个说法，以核治核，这个核呢就是用一些这个种核类的药材治疗这个睾丸肿胀，那么这个山楂是不是确有奇效？那么根据这样的情况呢，那么又就有人认为山楂是行气药啊，而且认为是痢疾也用它行气倒置，实际上痢疾也可以用活血化瘀来解释了，腹痛啊，变相脓血，主要还是治疗疝气。那么如果说这个成立，那么行气的功效就应该成立，如果它效果不明显，它就不是一个行气药啊。但是现在呢把它提出来了，我们这个教科书呢实际上是一个折冲的处理方法啊，也不反对现在有的书上说它行气，但是呢也不充分的肯定，因为充分的肯定呢依据还不是很充分啊，所以我们就把它采用比较次一等的低调的放在此外里面。所以今后大家同学们考试都考山楂，如果说那个考题里面选到了也出现了这个化瘀行气或者活血行气，那么行气也可以作为一个正确的选项啊。这个基于目前的一些教科书，因为有这样子的表述，这是关于山楂的内容。下面第二个消食药神曲啊，神曲。那么这个神曲呢，它是中药当中的一个发酵制品，它主要有六种原料，就我们书上说的面粉、麦麸、这个辣料、青蒿、杏仁、赤小豆啊、苍耳子啊、苍耳的这个辛酸的它的茎和叶啊，这样其实就是六种原料把它磨碎以后混在一起，然后加上这个发酵的啊这个菌，然后成了一个中药里面的一个发酵制品。那么它的过去的人呢，为了使这个药变得比较神秘啊，也就是为了扩大它的影响，其实这个出发点是好的，那么就说它的六种原料分别代表了六个方位的神啊，所以这个药呢又叫六神曲啊，或者神曲，六神曲，神曲简称也可以叫六曲
这个名称呢，当然现在已经不可能谁认为它每一个药就能够代表一个方位的神啊，但是前人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沿用下来。那么这个药呢，就是一个消食的专药，所以基本功效就是消食，所以它也可以说这个消食化积，简单的称消食或者消食积啊，化食积或者下食，这个消食和胃、消食和中啊，都是可以。啊，都是可以。那么这个神曲呢，也是对不管什么饮食机制，它都可以帮助消化，而且在改善这个腹胀、改善这个食欲不振、改善这个大便溏稀这些方面都有一定的效果，但都不是很强。很多方面它都有效，但不是很好。所以这个。就不是它的一个显著的一些这个特征。那么这个药最大的特征呢，是它用的原料，比如说青蒿、拿料、苍耳这一类，有一定的解表退热的作用，略有解表退热的作用。所以对于饮食机制兼有外感发热，那么这个神曲就是一个突出的个性特征。尤其是小儿童，比如说一两岁、两三岁的，那么饮食不能克制，尤其是晚餐，如果这个比较可口一些，多吃了一点，那么晚上就睡卧不安，那么有时候就那个背给掀开了，有时候经常容易感冒，那么这个就是饮食机制的基础上又感受了新的外感。那么出现了外感发热，所以在儿科的这样的饮食机制见外感的方，常常选用神曲，这是它的一个特征。那么神曲里面有一种叫做健曲的，最早生产在福建地区，现在全国很多药厂都在生产。那么它的原料有四五十种，少的也有二三十种，多的超过50种。那么这个呢，它里面像我们这个文献的二参考资料，它里面的原料，比如说有紫苏、有葛根、有荆芥、有防风、有羌火等等啊。那么这呢，乏善风寒的作用就更强。如果是外感风寒比较明显的饮食机制，那么这个健曲就比六神曲更好。但是六神曲也有解表退热的这个倾向性啊。是它的原料所决定的，所以这个神曲或者健曲，它的在消食方面的特征就是外感，不饮食机制兼有外感的时候，那么其他都可以忽略啊，其他忽略。至于经常提到的古方一些金属的药，做丸剂的时候把这个神曲作为一个复形剂，因为金属的粉末没有那种粘合性，粘不起来。粘结不起来，那么加一点这个复形的，那么经常选这个神曲，一方面用它来复形，更主要用它来帮助消化，避免这个矿石类的药伤胃气。但这种制剂呢，现在都落后了，一般不会有这样的制剂出现了。所以这个呢，只是在古代，我们现在呢，实际上没有什么意义啊。所以这个呢，在此外这一点呢，我们就也不是强调它了。就作为一个消食的专药来对待，这是关于这个神曲。下面麦芽，那注意这个麦芽的加工的是用的大麦，不是我们做这个馒头面包的小麦，是大麦啊。大麦现在栽种比较少啊，所以这个要注意。那么让它这个浸透了以后，用冷水在覆盖的情况下呢，让它的发芽啊，很短的芽，一般0.5到1公分左右就足够了，一般要求0.5公分左右，然后把它晒干了以后，就作为麦芽使用。麦芽作为一个消食药，那么它的功效和前面一样，也是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表述。那么麦芽呢，也是什么饮食机制都能够帮助消化，但是前人呢，主要强调是这个米面瓜果，那么现在就是。富含淀粉的啊，它常于帮助淀粉类的饮食机制的消化，这是麦芽的啊，常于消淀粉类的，当然不是淀粉的也可以用，也可以用。
所以前面的三个药，山楂主要消肉油腻的肉食积滞，那么这个神曲呢不典型啊，都用麦芽呢淀粉类的，那么这三个药呢经常组合在一起炒焦了，就叫焦三鲜啊，焦三鲜。那么现在有一个中成药的产品大山楂丸，大山楂丸就是这三味药啊，三味药是很常用的，它互相取长补短，广泛的用于多种饮食积滞症啊。麦芽的第二个功效回乳，就是有的这个受乳妇女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不需要受乳了，但她的乳汁分泌仍然很旺盛，那么这个乳房就非常胀，那么有的时候严重的可能就会形成乳痈，那么就需要减少乳汁的分泌，就需要回乳。比如说有的这个小孩有的长到半岁左右了啊，那么乳汁的质量不是很高了，这个需要加其他的食品啊，那这样营养才均衡。如果这个时候你不给他断奶，那么他老是这个依恋这个母亲的奶汁啊，那么他不吃其他的东西，这样子对他的生长发育并不好，那么这个时候需要断奶。比如说另外一些特殊的原因啊，比如说这个夭折啊那些啊，当然是这个是不幸的那种一些情况发生，不需要技术受乳，但乳汁分泌很多，那么这种情况呢就用回乳的药。麦芽呢有一点作用，这个作用不是很强啊，临床用量要很大，那么用的方法呢不完全相同，有的呢主张用炒的麦芽，每一天起码用120克啊，这个煎汤当饮料不停的喝，有的呢主张生的120克以上的，有的呢生熟各半啊，都有这报道啊，所以这个呢供参考，那么今后在临床上也是还需要进一步的琢磨，但是要服比较长的时间，而且有的效果也不是很明显，有那么一点作用，但这方面的药本身就没有什么可以明显的回乳的啊，当然这个是在临床上可以这样子试用，所以它可以用于断乳或乳汁淤积引起的乳房胀痛，用它来回乳。那么所以它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功效，那么如果需要受乳的妇女就不能回乳，回乳了那就影响她的受乳，那这个婴儿就没有奶吃啊，这个很简单的道理。所以麦芽的使用注意就有一个很特殊的，那么这个受乳期的妇女如果不需要回乳的时候就绝对不要用啊，不然就影响了这个乳汁的分泌。这是关于麦芽。另外麦芽呢疏肝啊，这是作用很微弱啊，会微弱，所以我们把它放在了这个参考资料二啊，参考资料二里面，所以这个也可以就是了解它像比薄荷还要弱，薄荷的我们都没有肯定它的功效，所以这个就更次了。下面一个谷芽，谷芽的功效和麦芽完全一样，但是比麦芽缓和啊，比麦芽缓和，就这么一点啊，常常和麦芽一起同用。更加缓和，但是要说明的一点，这个中药的谷芽又称为稻芽，因为稻和谷在南方是一回事儿，所以在南方地区的稻芽就是古代的，就从古书上记载的谷芽，又完全是同一种药材，但是在过去北方很多地方不产水稻，不能用稻谷来发芽来作为消食药，那么当地就这个就地取材，就用一种这个小米这个品种熟啊，熟一个西字底啊，一个米啊，那种熟，在北方有的也把它叫做熟谷啊，所以当地就把它身上长的芽呢叫做谷芽。现在呢我们慢慢的要点呢采取这个宽容的态度，就同意了这个北方少数地方的这个习惯性用药，就把水稻的芽那么称为稻芽，这个熟谷的芽呢称为熟芽啊，熟芽。这个需要说明，古代的不管是谷芽或者稻芽都是水稻，而不是这个小米这个发的芽啊，这个从药材
必须把它搞清楚。这节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